啊，里面都是我们货源，明天要交货，现在都损失，加冰箱这样加一加，一二十万跑不掉，真的都想哭了，啊，今天在那边煮一些东西都不敢吃了。是因为我们住贫民区吗？为什么我看美术馆那边有国军在帮忙抽水，你去拍那里，那现在这样怎么处理？啊，我们整栋大楼没有水，没有电呢，然后现在跟我们说会没有水。然后还地下室，你就看，就地下二楼，就现在这个样子啊，就现在这个样子。今天你的管理人员，你用广播说淹水了，水比较高了，你们住户是不是先可以把车移出来？那个小家庭来讲，车子车到底要什么？你住户，你只要你能的说只说一句，管理系统坏掉，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吗？对，你两台机车，一台轿车要怎么办？它里面都是我们货源，明天要交货，现在都损失，加冰箱这样加一加，一二十万跑不掉，真的都想哭了，啊，今天在那边煮一些东西都不敢吃了。是因为我们住贫民区吗？为什么我看美术馆那边有国军在帮忙抽水，你去拍那里，那现在这样怎么处理？啊，我们整栋大楼没有水，没有电呢，然后现在跟我们说会没有水。然后还地下室，你就看，就地下二楼，就现在这个样子啊，就现在这个样子。今天你的管理人员，你用广播说淹水了，水比较高了，你们住户是不是先可以把车移出来？那个小家庭来讲，车子车到底要什么？你住户，你只要你能的说只说一句，管理系统坏掉，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吗？对，你两台机车，一台轿车要怎么办？之前这边有淹到那么高过吗？20年前，觉得算是蛮严重的。跟你之前遇过的比嘞？之前没有遇过，就知道损失很惨重了。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在高雄市三民区本河里，我们前面的道路已经淹成这个样子了。你老管的呀，淹成这样子。是不是我家门前有小的？什么？我的什么？你用整个冰箱，整个里面怎么样？你拿去公维？这拍给他看。没有了，我们不要下去。现在下去很危险，你淹到那么高，你不要下去。那个板子是什么？哪个？你的左手那个。知道。对啊。这是桌子啊，不是桌子啊。